起床了，起床了。这一觉又睡到了5点钟啊，在这个房间已经躺了5天了。看一下外面，这个雨终于是停了，下雨下了好几天了，好几天没出门了，现在准备出门去透透气，顺便吃个饭。下雨天门都不想出，吃饭都是叫外卖。整整5天没有出门了。出来透透气啊！这走着走着走到这里来了，走到鼓楼来了。特产。搞了一个烧饼啊，现做的，现做的。100米后路口过马路右转。这家网吧真高级，我的是临时卡，上网是8块1个小时，服务非常好，